岐山分局甲县分驻所前庭，有日本时期种植之樟树树株，为市政府列管保护百年樟树，虽壮又美，树根隆起之阶梯。所长李启南2017年9月到任后，积极急于整修前庭，苦于经费毫无助落，恰巧本市山地藏林院觉得师傅得此讯息，深知警政经费有限，立马允予筹助经费修善分驻所前庭，地面及围墙美化期间，觉得师傅亲自多次视察工作进度，发现所内仅两部公务电脑明显不符人员使用比例，加码捐赠桌型电脑一部，觉得师傅捐赠修缮经费新台币计40万余元。请教师傅，你的发号是各地负责的较早的高雄关哦，较早高雄关啊，为什么你会出家？啊，本来参修，我今日眼看到你塞这只车真正足怕的，所以我感觉讲你一定有足侪故事会当跟阮分享的。是啦，是有淡薄仔故事啦，因为最近啊是农家子弟嘛，啊出去台北创业开公司做董事长嘛，但有一个因缘去拄到阮的师傅，啊师傅甲讲，少年你钱赚啊多啊。唔能够做当处长，你是应该爱来做修行人，来普度众生。啊，我甲伊讲，我这普度众生这四字，我根本唔捌听过。我的头壳吼，拢是干阿讲创业赚钱，哦，今仔去标工程，哦，签合约。哦，我知影这，伊讲不要紧啊，你连工会使来我道场的吼，来跟我学啊，慢慢学啊。迄阵你几岁？迄阵差不多30几岁。30几岁。啊，即摆已经60几啊。安尼，迄阵的时阵，你人是伫北部吗？北部。哦。啊，是拄到师傅是伫南部拄到的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落尾你伫迄个师傅遐，迄落应该讲哪？皈依伫伊的门下啊，是安那？对，迄段第一时间是伫花莲吉安乡，我为较早台中的迄个过青庄港嘛，啊，我为了就位去去花莲吉安找师傅。阿叔才甲我工作个代志，啊叫我有闲，伊会落来高雄，叫我落来高雄找伊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今目前是伫对一间庙寺内底？目前我家己创办本寺山，我家己有家己个地点。哦，偌久啊？咱苗栗，啊甲高雄市甲山区。个甲山。有两个所在。啊，目前我是出来环岛祈福。你常常做这个代志吗？是啊。去年有做一摆，走台湾走将近7000公里，9000公里。啊，你半途要安怎？你找庙寺也是安怎？半途我拢是暗时那天，我会困车底，啊去加油站，伊遐有水免费的水，然后去灌洗一下，啊更衣一下，哦，啊才阁出发。是哦，啊，这个就是方便啦。外口有经过的所在有。熟悉的，咱就吃熟悉，无就便利商店买一个熟悉的物件，面包啊，鸡鸡者就安尼过。所以你安尼为出家到今吃熟悉，等于30-40年，还是几年？那个。哦，啊你，你的感觉啦，有啥物困扰无？啊是困扰真济。哦，是哦。家己创业的时嘛有真济困扰，那行着修行学佛的路。吃菜拜佛嘛是有吃菜拜佛的困扰，唔是拢无，是得学方法来解决咱生出来的困扰，比如讲烦恼，啊不如意的代志，咱要安那去甲伊化解，要安那去转念。啊，佛法就是方法，和咱得到这个好的方法来改变咱无好的现象。是吼，啊，你即摆带恁迄间本。那个寺林总共有几位？甲你同齐伫庙寺？目前无，目前来来去去，无伫遐常住，都来来去去。哦，因都来来去去。哦，你唔免经营。免，因为即足够工的工会啊。对。人愈多，即人事问题吼，愈够工，所以我应该去处理啊。啊，我出来台湾游化。福至灾消，皆吉祥。哎，刚才我讲啥？你这个交差当这个月啦？非常好诶！哎，今麦当是就是你啊。我今麦变成，啊，我铺团的，我打坐我铺团。
你外葡萄，啊，这热的是我，这外心头，外心头，啊，这开始哦，啊，迄电风扇，赞赞赞。啊，你那边你是要明暗时啊？我暗时开电风，因为我有干电池，我有干电池啊。哦，这个电池啊，那拜会的是叫不管。哦，啊，这是那个台湾小花地藏王菩萨。阿姐，我冰心。哎，台湾是小花地藏王菩萨。你是因哪会当这么享受享乐，啊悠哉玩耍游戏，也没有看你打坐念佛、诵经、听经闻法。打坐没有？打坐念佛是一种修行，其中之一。哦。但这种叫做行脚。我游山玩水。释迦牟尼佛以前是行脚，就是打赤脚。行脚，啊拿着钵托钵。对啊。那现在时代背景不大一样，那是两三千年的事情。那现在我们很幸运，有车子开，然后不用行脚，不用走，走到哪里都有吃的啊，里面也有冷气，然后外面都很多素食可以吃，不用托钵，啊，也有万一幸运的话，有人来供养，师傅要供养。全家走到哪里，通通有 seven 全家。对啊，全家就是我家。啊，全家就是我家。哎，哎，累了就进去喝杯咖啡，吹吹冷气。其实这个比较。我比较没有在做了，我会尽量去走到人群，去跟大家结缘，让他们看到地藏菩萨喝掌，能够种。啊，那你只要讲那个地藏菩萨，四十八愿呢？一起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对有28种利益，一共总有28种利益啊，48愿，还是48愿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48愿，啊，28种利益是地藏菩萨供的。一共第28愿来自成佛。我只记得那个地藏菩萨一句用在生活上，最实际的一句。说实话，说回来，所有的佛法都必须用在生活自己身上，才叫做真法，才是真实的利益。凡夫众生起心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罪。这句话太好用了。所以佛法是用。朋友老公有中单，我讲你知道业障的话，当下就没有业障了。为什么？叫解决。你已经知道业障了嘛，你就知道这条路要怎么走了嘛。其实《心经》哈前几句哈就告诉我们：观自在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几句就告诉我们：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你的苦难通通没了。